个体三度结束，好听啊，心暖呐。啊，你哪会知？我是什么啦？公平正直。是呀。哎呦，对了，今嘛哦，国都已经下达地方政策了。我一个下台，我若再要干呢，那三国兵也拍来了，我无法惊，个拢爱死呢。放心，我会当帮助你。真啊假？一来，互你退三步；二来，互你过关险将。你在做哪样啊？别跟我开玩笑好吗？你刚刚我在跟公司笑嘛？哎，你搁听我在讲笑。不简单嘞哦！我是孙膑。哦，你是孙膑对，我下下门下下，你嘛知影我是文弱的，我哪有可能去退三国啊？我若讲有法度就有法度。木鱼有啥物妙计吗？当然嘛有妙计，不如你三人内中休息，我小水风出来再甲你解说一下。好，一切拢听你的。好，内底将恁了解。我知影，我阿爸听安排。好妹，进来房间搞地惊死！我来给你量，我给你大包。好，我出笔了，走。
我是月当的妹子啊，我爱到你啊。大爷，正面天气啊，啊，拢准备好啊。当然啊。啊，你今麦到底是甚么计的？有甚么妙计？我都唔知影啊。不瞒你说。三国兵马其实都是讲出燕国的。嗯，无可能啊！我听王冠伫咧讲，三国兵马哪会集合啊？那是多出时，中军到前，我爹亲直接反击，唔知要安怎，才到破败唔达关。我站在稳稳之上，暗中保护，保护到爹亲。我替伊想下办法，叫伊一国加三国，因为八卦是一个土猛虎，伊若知影三国兵马每个在下土地最上风，伊家己会心情非常不足，伊就非常害怕，因为真正三国派来到魏国地，当然会惊吓，伊就直接反击，所以。这是我的军中奥妙，真不愧是忠兵天子啊！所以上这条大事，靠我爹亲关心，我爹亲对住三国兵马歇气，到迄个时阵，就爱做大事啦。阿哥，你不管天将咯？啊，唔对呢！啊，我无国路的记，我要哪有可能去见恁爹亲？万不料表人啊，这个也看到。也讲到我是要叛国啊！这就是我要再甲你交代话。好、哦，你即马百姓都爱唱好好势，唱好势，以防伊帮官当丢丢走。这个从今日起，记住国主对他国主的刀，伊一个人唔免带兵马，当枪兵马，往到三国赢中。你当枪兵马要退三国。哦，原来这样啊！呀，阿妈呢？阿妈唔叫你。好衰！阿你到时阵，金鼎厝地，迄个红马万贯一定伫遐，伊绝对都同讲我无才调嘛。我嘛知，伊的个性，目睭赤，白看即看人比骨较好。对。所以伊绝对想尽办法，第一总会甲你偷袭，第二用话甲你表示。对。啊！不过你的心情都爱给伊稳落来，你都慢慢在计想济，你就招他入洞。入洞，还要做啥物？做啥物？我就做你金钱哦，你就对号提税。如果我若真正有法度一个人单枪匹马配三国，我要爱你一刀金，一刀银。相信王冠爱你做，绝对会跟你搏落去。爱做做做，一切拢听孙平天子的交代。感谢你啦，感谢孙平天子助我这个难关过天堂啊！不是我助你难关，是当初是我孙平困难当中，是你唔惊讲，换着换骨擦猪命啊！收留我孙膑，将暗道在下处地，无人会当明白。我这是小小报恩的意啦。孙膑真是客气咯，啊，我以前知讲孙膑真是你是一个好人，也所以咧受着万贯的欺负，我唔想哦，再给你造三工，这不足挂气啦，吼。哪里？事关重大，挂气为国主气吧。你知影吼？你再想想我条件，多谢孙膑真是哦。连讲哦，你讲甲真妥当，不过哦，我是听甲真惊哦。你想看卖姚金甲面对万贯，啊，搁要退三国，啊，到底真正会成啊，袂成？阿娘，你别烦恼啦，我相信孙膑先生会安尼先讲，表示讲阿爹平安无事。敢讲你对我袂信任？哦，哪有可能对你袂信任啦？啊，可能看卖我家己阿妈是会操我。我甲你讲，即马你着安心，住伫厝内底。等待，苏大人倒转来，
摕一刀金，一刀银。放心哈，听你的话，相信你就是。对，相信我哈。对，去吧，去吧。